娃吗？最后组派出的人是 Dickens。Dickens, let's go。进入到我们的守擂方 ，Many 他太重复去卡音效了，太注重音效了，把一些优势给放掉了。重复了四个八拍的话，不能每一次把一个音效卡断，一定是切换，这样会更好。舞蹈一定要切换。马东杰组，你们要派出的人是马东杰。当时我看那个分数我特别着急，只有我们的分数是一分，但是作为队长就一定要顶在那个位置，把该拿的分拿回来。马东杰组进入到我们的守擂方，积一分。东哥，马东杰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跳舞非常稳，他就属于 inside 类的，他不属于 outside 一直在放招的。非常细的拍子他都能抓到，在 battle 里面我觉得相对是比较有一个优势。